會唔會話因為疫情關係都對個票房有少擔心咧？其實我冇諗票房嘅，唔到我去諗，係啊，因為呢個狀況其實即係大家共患難咯，叫做即係非常時期做非常嘅事咯。咁我相信都唔會淨係睇收益嘅。哦，咁因為喺呢個戲裏面，首先《無夜叉》就係一個當佢擔得起一套電影嗰個名，咁佢存在感係要好強大，咁自不然嗰個氣場都唔可以同佢慳嘅。打開香港零一 App， 即刻撳下邊零一 TV 粒掣，再撳上邊娛樂街，所有娛樂話題湧曬出嚟啊！最熱最爆，八盡娛樂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